尊敬的各位在场的嘉宾，分会场的各位嘉宾，电视机前以及网络前的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我今天讲课的题目呢是八荣八耻与中医养生。大家一听八荣八耻啊，脑子里面一下就浮现出这个是一个大道理，是一个非常的我们认为可能是有一些枯燥的这样一个话题。但是呢，八荣八耻从中医的眼光看来呢，却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下面呢，我用大约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通过八荣八耻怎么样达到身心和谐、健康长寿的目的。首先呢，养生的总原则从中医的眼光看来呢，就是自然和和谐。传统文化《黄帝内经》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黄帝内经》的原文上讲，它叫做恬淡虚无，真气从之，这讲的是道，也就是最高的目标啊。第二个呢，如何去落实呢？就要心平气和，五脏安和，这就是德，也就是具体的落实。那么我们都知道胡锦涛主席提出来的八荣八耻啊，分为以下八个方面。第一个，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这讲的是忠。第二点，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这讲的是义。第三点，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这讲的是智。第四点，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讲的是勤。第五点，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讲的是仁。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讲的是信。再往下，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讲的是礼。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讲的是俭。那么我们从这八荣八耻里面所看出来的、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呢，就是仁义礼智信，还包括勤俭和忠这几个方面啊，一共是八个方面。那么我们再看中医养生对于这个八荣八耻有怎么样的联系呢？八荣八耻讲的是道德的规范，那么中医养生也非常注重德的养生。孔老夫子在《论语》里面讲，他叫做仁者寿，大德必得其寿，这是孔孟学说、孔孟文化所倡导的。这个仁者啊，他就能得到长寿啊。大德必得其寿呢，就是一个人德行很高的话呢，五脏之气就会安和，然后呢，他的寿命呢就会非常的长久，这是孔老夫子讲的。那么我们中医的人士有没有这样的话呢？也有，唐代的药王孙思邈在他的千金方里边讲，百行周备，虽绝药饵，足以延年。这什么意思呢？百行就是指的各种各样的好的德行，这些好的德行都具备，虽绝药饵，就是虽然不吃这些长生保健的这些药品啊，足以暇年，
就足以达到高寿的长寿的这样一个目的。那么反过来他讲，德行不特，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寿。一个人道德要是做得不够的话呢，纵然服这些玉液金丹也不能延长寿命。古代的玉液金丹啊，就是指的长寿保健的药品，类似现在的很多保健品啊。所以说在这里面，古代人啊，唐代的孙思邈这位药王他就讲了，即使吃很多保健品，假如说不注重道德的修养的话，修身养性的话呢，长寿也很难达得到啊。这是唐代的孙思邈讲的。再往下是明代的宫廷贤讲的。宫廷贤啊，有一个外号叫做医林状元，是医学里边的状元啊，第一名。他在当时的整个医学界来讲是非常有名的。他在他的著作里边说过，他说积善有功，长存阴德，可以延年。一个人经常做好事哈，然后呢，长存阴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经常做一些默默无闻的好事而不让别人知道，这就是阴德啊。经常这样做的话呢，可以延年。为什么这样呢？我后面的汇报会跟大家分享，行善啊，可以使一个人寿命延长。那么这就是中国古人的认识。那么养生呢，跟养德的关系就非常密切。我们刚才看八荣八耻所体现出来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是什么？就是仁义礼智信。那么仁义礼智信的出处最初来源于孔子的中庸，讲了三个字，是仁义礼啊。在战国的孟子这篇著作里面，他提到了四个方面，也叫四维，叫仁义礼智。那么仁义礼智信最终的确定呢，是汉代的董仲舒在贤良对策里边所确定下来。因为汉代啊是以五行来立国的，尤其是白骨观会议把五行的这个地位呢完全稳固下来，那么就提出了五个方面，仁义礼智信，分别对应的五行呢就是木火土金水。所以说呢，木火土金水对于内脏呢就是肝心脾肺肾。所以说五行、五德和五脏这三方面完全对应起来。那么下面呢，我就逐一跟大家分享这五行是怎么用来养生的。第一个呢是仁啊，仁者爱人。那么体现在八荣八耻里面，就是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这体现的是一个人仁慈的这样一种内涵，精神内涵。那么仁慈对应的是肝，一个人要是肝不好的话呢，他的外貌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个是脸色呢没有血色啊，这代表肝虚。所以很多妇女啊过了45岁之后，为什么老百姓经常说黄脸婆黄脸婆呢？就是因为这个脸上啊没有红润的那样一种血色啊，所以叫黄脸婆。所以说女子以血为本啊，女子重点是养肝啊，肝气足了呢，脸上就容光焕发了。所以说呢，肝藏血啊，肝气不足的话，第一个就是脸色没有血色啊，第二个呢，要是肝气过旺的话呢，就是脸色潮红啊。有很多女孩子啊，那个两个腮帮子，尤其是颧骨这块红红的啊，这说明肝气过旺，这叫浮红啊，不是很好的现象。那么爱发火的人呢，通常都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毛孔粗大，这都是与那个内分泌失调有关系啊。内分泌失调用中医的眼光看来呢，很多都是属于肝脾不和。那么再往下就是色斑，色斑是从颧骨，就是两个颧这一地方开始长的啊。女人一旦过了40岁之后呢，这个色斑就开始出现了。所对应的这个心态呢，就是喜欢唉声叹气啊，喜欢抑郁，这都是这个人啊肝气不足的表现。那么刚才讲到这色斑，因为在座有很多是女性朋友啊，包括很多男士啊，现在也很注重自己的这个外貌啊。
那么外貌里面首先就要避免不要长色斑，但是呢这个色斑跟这个心情呢关系很密切。美国的洛杉矶时报他做了一个调查啊，他对于美国医学人员对于5000名脸上长色斑的女性进行了研究，他就发现在情绪低谷的时候呢，任何药物啊对于色斑的治疗都显得不尽如人意。第二点呢，就是当人际关系改善的时候呢，他们的色斑可以不治而愈。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明这个人生气啊导致色斑，而治疗色斑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心平气和，就是不要生气。那么为什么生气会导致色斑呢？首先人一生气啊，血液里边的氧含量就降低，那么毒素呢就会增多，毒素一增多呢，这些毒素涌向面部，那么面部的毒素，这些血液里边毒素就会刺激这个毛囊啊，这个毛囊周围发生炎症，这些炎症经久不愈不退去的话就变成色斑。这个道理很简单，所以说我们看生气啊跟这个美容啊关系很密切。那么这是刚才讲的从外貌上来看这个人肝气不足的表现。那么从内在的疾病来看呢，第一个就是肝气不足的人容易疲劳。很多人啊，尤其是现代人经常出现的一个症状叫做疲劳综合症。这种现象是什么呢？就是工作完一天之后回到家里睡觉也睡不好，第二天醒来呢全身特别乏特别酸，长期处于这样一种非常疲劳的状态，时间长了呢内分泌呢就会发生紊乱，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知道为什么现在糖尿病会增多啊？糖尿病就是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是糖耐量胰岛的活性不够。这里边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现代医学研究认为呢一个人休息的时间不够啊，很容易导致这个内分泌的紊乱，这就是疲劳综合症啊，就是肝气不足。那么一个人疲劳了之后啊，他的情绪也不容易稳定，情绪不容易稳定呢容易发火，更容易引起这个疲劳，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啊。这是肝气不足的第一个表现。第二个是眼睛出现疾患。我们都知道肝开窍于目，一个人眼睛不好的话呢肝存在问题。第三个是生殖系统，第四个是肝本脏，第五个是高血压、中风等等，都与中医所认为的这个肝癌有密切的关系。什么可以养肝呢？团结互助啊可以养肝。团结互助对应的就是仁慈，仁慈就像春天一样给人的感觉是非常和煦的啊，就像柳条特别舒展。那么中国古人认为啊，天跟人是相应的，天就是自然界，人就是我们每个生命个体啊。天自然界是春天，像现在是春天的状态啊，万物都开始复苏，小草开始发芽，整个自然界是一派欣欣向荣的这种景象，这种景象就是生机，生命的生，机会的机啊，就是生机。那么养生呢，养的就是身体的这种欣欣向荣的生机啊。养生大家注意哈，一个方面的意思是生命，另外一方面呢是生机。一个人要是生机充足的话呢，他的寿命呢就会延长。那么反过来，一个人要是这种杀气特别重的话呢，寿命就会缩短。古人所说的杀气啊，就是指的这种没有这种欣欣向荣的这种感觉，而是一派肃杀的感觉。这种肃杀的感觉呢表现在我们心态上呢就是发怒啊，生气。那么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埃尔玛教授做了一个实验，就是著名的汽水实验啊，气是生气的气啊。他研究了各种情绪所的人啊，在不同情绪下所呼出来的气收集到一个管子里，再把这管子呢通到一个液体盛有液体的瓶子里面，观察这个液体发生的变化。他就发现人生气之后是会让液体变成紫颜色，人要是悲痛的话呢，这个液体的颜色会变成灰白色，悔恨呢就是淡白色。那么
在这里边呢，气水啊，这个生气的所导致的这水是紫色的哈，把这个紫色的水抽出来，打到这个大白鼠体内，大白鼠在10分钟之内就会抽搐死亡，就被毒死了。大家注意哈，这个气水啊，人生气的时候呼出来的气啊是有毒的，这种毒的毒性很高，可以把动物给毒死，更何况对于我们人体的伤害呢？所以说，人在生气的时候分泌了很多不良物质哈。过会儿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把这些毒素给排出来啊。那么刚才讲了，这个生气会导致毒素。那么北京市的有200多的猝死的案例，有人统计哈，50%的人呢在24小时内生气、着急、情绪低落啊，25%的人呢死以前半个小时，着急、生气。注意哈，这一点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喝酒，在你生气着急之后啊，千万不要喝酒，因为酒啊，酒性是上行的，这个人一喝酒为什么脸红啊？因为酒会推动气血往上部来涌，涌到头上，假如说年轻的话呢，没有太大的问题哈，人一上岁数啊，这个血管的这个脆性啊就会增大，那个气血一上来，把这个脑血管一旦鼓破的话，就会导致这个中风啊，或者脑意外啊等等这些表现。抢救不及时呢，脑水肿就会去世啊。所以说呢，有很多人是因为这个生气、着急、喝酒导致的。还有18%的人呢，是死亡是发生在30秒钟之内，这就是猝死啊。这个猝死是非常严重的。我们知道，能引起人猝死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心肌梗塞啊，心梗啊，我们的心脏一旦停止跳动之后，在几秒钟之内，这个血液就不往大脑供血了。这个大脑呢，一般来讲是在20秒钟左右，没有这个新鲜的血液来供应的话呢，脑细胞啊，有一些脑细胞就会坏死，这就会导致所谓的脑死亡。现在医学呢认为，这个脑死亡是真正判定一个人是否死亡的一个标准。所以说呢，很多人这个数字很高啊，18%的人是死亡发生在30秒钟之内，这是很恐怖的。所以说呢，我们要想长寿啊，避免这个猝死啊，因为现在的精英人士、企业家啊，每年都会有猝死的案例，这是为什么？就是这几个原因哈，情绪波动啊，生气着急，再加上喝酒。在座的这位企业家可以回想一下，咱们以前是否在生气着急之后喝过酒哈？你假如说喝过酒呢，万幸没有那个身体还健康哈，没有出现意外。但是以后呢，一定得注意了，这个对于我们的内心身体的损伤呢是非常严重啊。再往下看，就是生气10分钟啊。这还是埃尔玛教授做实验哈，生气10分钟等于跑步3000米所消耗的能量。所以我们在生活中有一个很明显的体会呢，就是等你发完一场火之后啊，你会感觉到非常疲劳，而这种疲劳呢，你躺在床上怎么歇，可能很长一段时间，第二天感觉身上还是酸酸的，很累。因为人一生气之后呢，就会产生大量的这个毒素，这种毒素的 pH 值啊，酸碱度啊，一般都是偏酸性的。这种酸性的物质一沉积呢，人的小关节、肌肉里面就会感觉特别沉、特别沉重，然后呢又特别疲乏。我们都知道，跑步完之后啊，人的骨骼肌在进行完运动之后，所分泌的也是酸性物质。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爬完山之后第二天两条腿酸酸的都没法走路啊，就是因为酸性物质的沉积。而这些酸性物质呢，我们生完气之后也会沉积，那么就导致身体的疲劳，还会导致一系列的疾病啊。下面的呢就是我所遇到的临床的实际案例，我以前也讲过，今天我呢大体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小女孩叫小高啊，20多岁，她呢得了甲状腺疾病。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女孩子呀得甲状腺的几率啊挺高的。为什么呢？因为女性有一条经脉，就是有一条人体有一条经脉叫肝经啊，肝经从这个
足部开始沿着大腿的内侧往上走哈，经过身体的肝脏，然后再往上走，走到咽喉部，再往上走，走到这个颠顶。那个年轻人火气比较盛，他往上一走呢，他喜欢是往上走的。往上一走呢，假如说是没有特质的很好呢，外在的这个因素让他有火发不出来呢，他就会憋在这个，一般都会憋在三个位置哈，一个是憋在这个嗓子这个地方，古人叫行桑的前面这个地方。第二个呢是憋在胸中，胸中憋在胸中的大部分都是三十岁之后的女性多一些，是往中间憋。20多岁的她那个生发力很强，她喜欢往上走，就憋在这个嗓子这块儿。所以说经常生气的人啊，从这个下巴一直往下，一直到这个胃这个地方，这一段都是紧的，都是紧紧的。尤其是生完气之后这块特别紧，不松弛，就是这个缘故啊。这小女孩呢，她那个火气盛啊，往上走，刚参加工作，有很多事情处理不好，就憋在这个嗓子这块儿。而且她有一个习惯性格，就是特别倔强。她母亲啊说这个孩子开车就能体现出来了，那个在高速路上开车，凡是别人啊把他超过去之后，他必须加速油门啊，把别人再超过去啊。然后要是在普通的路上呢，他还会把别人别到一边去，他就特别的不服输啊，这种性格。然后这个孩子呢，这个性格带到他这个日常行为这个习惯里面去，就会把这个气血淤到这个嗓子这块。那么我给他开的方子呢，就是中医的一个方子，疏肝理气的四逆散啊。同时呢，让这个小孩呢回家帮着母亲家人呢多做家务。因为这个人啊，只要是孝到了，今天我们讲课的题目有一个是感恩母亲啊，感恩母亲节，就是提倡这个孝文化哈。这个人一旦孝到了之后啊，这个气就慢慢就能往下顺了。因为一个人一旦孝顺，他就会有这个恭敬心啊，对老人家产生恭敬心。人只要是一恭敬啊，这个气就往下降啊。人只要一傲慢啊，这个全身的气血就往上涌。那么提倡恭敬心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先从孝顺父母开始做。我就让这个女孩啊回家多做家务，因为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啊。很多事情你是跟他讲不明白，只能把事儿给做明白啊。他只有亲自体会了做家务的难处之后，他将来才会那个体谅父母的这个辛苦啊，然后由内而外的产生这个恭敬心。然后这个小昭呢就回去做这个家务，结果几个月之后，我再见他的时候，这个甲状腺肿瘤小了很多，那个 T3 T4 呢，恢复的基本恢复到正常值了。我们都知道这个甲状腺的问题不是那么快速好的，这个案例之所以好得快，与他修正这个行为和心理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说怒伤肝啊，一个人一怒啊，一生火气啊，这个病就来了。克制怒最好的方法呢，就是产生恭敬感恩啊，这两种心态一产生了，这个火气一下就平下来了。火气一平呢，身体就气血运行的就通畅，很多病就不治而愈了。尤其是中年人、年轻人啊，身体都有自愈能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肝硬化。这个五行啊是有生克的，相生呢就是木、火、土、金、水，这个水生木。一个人肝气特别好呢，说明他的肾水也特别足。我们都知道肝是代表木啊，木代表树木啊，树生长在那个水土特别丰厚的地方，水源丰厚的地方它长得就好。那么人也是这样，一个人肾气足啊，肾气是什么，就是谦虚啊，然后呢平易近人，这就是肾气足的人外在表现。一个人肾气足呢，他那肝气啊就得到滋养，他的身体就好，这叫相生啊。相克是什么呢？金克木，这个案例呢就是金克木的典型案例。
所谓的筋，筋气指的是什么？就是收敛，就是肃杀啊。筋对应的天气是那个秋天，万物萧缩啊，那个时候一派肃杀之气。有些人呢也是筋气太盛，筋气太盛的人有一个共同点哈、啊，就是爱挑毛病，爱挑刺儿啊，然后呢眼里不揉沙子，这是老百姓的话，从来不允许别人犯一丁点错误。那么他既然有了这个心理状态呢，他的脸色是什么呢？一天到晚板着脸，从来没有笑容啊。这个患者来找我看病的时候呢，就是板着脸，一点笑容都没有。然后呢，我就跟他讲啊，我说你这个病是因为这个情绪啊太内敛，把这个肝给伤了，它是肝硬化初期嘛。我说你还有一个特点哈、啊，你不仅是单纯的这样白天生气是得不到肝硬化的，你还有一特点就是躺了床上，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还得把自己吊到房梁上毒打一顿，这是怎么解释呢？这个人因为他那个习惯啊很重啊，到了晚上他还有很多事情放不下，不能释怀啊，小心眼儿嘛，就是，然后再把白天发生的一些他认为不太好的这个场景啊，或者是他认为别人做的不对的地方那个画面再重新再演一遍，然后呢他自己再痛苦一下，然后把自己累得够呛，到最后就睡了。睡完之后第二天可想而知这个休息那个睡眠质量呢是非常差，身上还是特别乏特别累啊。长此以往呢，这种酸性体质一旦形成，又加上他这种脾气，就把这个肝硬化呢给制造出来了。所以我经常跟那个患者说，这叫造病运动哈、啊，这是你自己制造出来的疾病，而且非常勤奋的在造啊。很多人都是这么勤奋的，很年轻的就把病给制造出来了，甚至呢把绝症给制造出来，这都是我们自己把自己身体给损伤了。所以说传统文化有一个优点是什么呢？有很多病我们不需要就是单纯通过吃药哈、啊，只需要把心态调整一点点，你的内分泌就会得到很大的这个改善。内分泌一旦改善了之后啊，这个人体的自愈性啊它就会发挥作用，就会把很多病啊就得治好。所以说疾病既然可以制造出来，它就可以制造没有啊，都是存乎我们一心的。这个患者后来我就给他开了一些保肝的药物，同时呢让他每天练习那个微笑啊，不要一天到晚板着脸啊。板着脸啊对这个经脉啊是非常不好的，我们都知道头上有很多经络通过哈、啊、你一天到晚板着脸的话，这些经络都不通，时间长了呢别人看着你望而生畏，您自己呢也是心里边特别紧张，所以我们要练习微笑啊。我教这个患者呢也是从这一点开始，后来呢他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就想通了这个并且给我发一条短信，他说那个我一想起彭大夫跟我讲的这个吊在房梁上毒打这个场景哈、啊、我就破涕为笑了。这个很多事情啊没有必要想的那么较真儿啊，把这个心情啊放开一些，感觉活得更轻松。后来这个患者的肝硬化慢慢自动就好了，而且他还跟我说没吃我给他开的药。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这个心态啊可以影响这个身体，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疾病，乳腺疾病啊，现在很多年轻女孩子非常多，这个脉象是弦脉，然后呢代表肝郁哈，生气，喜欢跟老公生气，生完气呢还后悔啊，这种女性呢这个就很容易得乳腺增生，乳小叶增生，乳小叶增生再往下发展呢就是要是长期的有炎性刺激的话，可能就会转变成乳腺癌啊。现在呢女性癌症第一位的是7%到10%的乳腺癌排名第一位的啊。我们往下看这个怒伤肝为什么会导致这个乳腺癌啊，因为现在有很多这样的我在临床中遇到的案例哈，从中医的理念上很好解释，肝郁气滞，气血不流通了，那个地方堵了，时间长了就会产生蒸夹积聚啊，蒸夹积聚时间再一长呢就会演变成
盐，岩石的盐。所以很多乳腺癌的妇女，你那个她那个到最后真正成型的话，尤其是中晚期，用手一摸这个乳腺，都会感觉到硬的像石头一样啊，这叫盐啊。古人用这个岩石的盐来形容啊。那么西医这个机理呢，跟中医的机理是一致的。人一旦生气、情绪不好之后呢，它就会抑制这个卵巢排卵，然后孕酮呢就会降低，抑制卵巢排卵。所以现在很多女孩子不孕不育，然后排卵周期紊乱，都与这个情绪有很大的关系啊。那么孕酮一降低呢，雌激素就会升高。雌激素一升高呢，这个乳腺就会增生，乳腺一增生，时间长了就会导致癌变。这是从妇女妇科这方面来讲。那么再往下一个案例呢，是以前我在博医堂坐诊的时候有一个案例，就是这个男性呢叫张铁牛，是一个出租车司机，然后呢找我看病，他是痛风。我们都知道青岛这边有很多人得痛风啊，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就着啤酒吃海鲜嘛，对吧，然后时间一长，这个嘌呤啊，尤其是海鲜里边的酸性物质和嘌呤一沉积，在血液里边不流通，然后又缺乏锻炼，整天开车，对吧，然后呢身体也没有这个适合的运动，再加上咱们这是海洋性气候，那个风湿啊湿气也比较大，就容易得这个痛风了。那么这个患者他不是住在海边的，他是特别喜欢生气，喜欢打架，然后他把这个肚子，现在那夏天哈，给我看这个伤疤一道一道的都留着。他说，彭大夫，我找你看病啊，因为我现在有一个症状，我感觉挺可怕的，就是以前我喜欢跟人动手，现在我一生气啊，出现一个表现，就是我动不了了，全身僵住了，动不了了。他动不了之后呢，而且还配合着这个腿、膝盖以下这些小关节都会疼痛，这痛风的典型表现。因为人一生气，这种刚才讲了，气血一不流通了，气脉一紧张，这个手脚就冰凉了，然后呢，从中医眼光看来，经络不通了，再加上这个酸性物质一沉积，他就那个动不了了，这个好解释。第二个呢，为什么他会容易生气打架导致痛风呢？因为人一生气，那个酸性物质就会增加，酸性物质沉积在关节囊、关节腔啊这些小关节里面，它就会变成致炎性物质，导致这个痛风的恶性循环啊。后来呢，用当归碾痛汤，并且配合让他把这个心态调整好，他慢慢的他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把心态调整的柔和，身体就好了。因为人啊，性格一定要柔啊，柔和不是说老好人哈，柔和是对别人的一种恭敬的心态产生，这种心态一产生呢，你就自然而然的把火气降下去了，火气一降下去，气血就容易通畅，身体就好啊。这是第三点。再往下呢，就是疏肝的方法。我刚才讲了，都是从我们内心来调整啊。但是呢，也有一些小技巧。第一个是梳头啊，梳头的方法呢，可以预防很多那个中风、脑血管的疾病。我们现在每个人，大家吃完饭了，活动活动，就是用手在这个太阳穴周围找一找哈，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像筋疙瘩一样的这种筋结，中医叫筋结哈，把这些筋结给揉开。你要是使劲一揉的话，还酸酸的哈，把这些筋结给它揉开，将来这个脑血管啊疾病就会减轻。揉开之后呢，你的感觉就是大脑呢特别轻松。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呢，就是把手指给张开，把手指张开，从这个前面往后，然后捋，这样就像梳头一样，这样往后捋，捋完几下呢，你就会感觉大脑一下子好像清醒了很多。因为这个这样一捋呢，外面的这个毛细血管它就会张开，气血就会过来，然后内在的气血这么一互动啊，这个大脑里边的这个气血循环就会比较好，那个咱们的感觉呢就会神清气爽啊。这是第一个。第二的方法呢是按摩法。我们都知道肝胆经的这个敲打呢对身体很有好处，
把这个胆经给撬开啊，胆经就是大腿的两侧外侧哈，把这个手这么握拳，从两侧开始敲，把这个胆经给敲开，身体的很多病就能好，尤其是这个肝经的这个经络呢就会震开，大脑呢就会轻松，就会预防这个中风的问题啊。好，好，大家跟我互动的很好哈，然后我们把这个肝经呢给它敲开，然后呢还可以帮助消化，因为人的这个肝胆啊是连着的，这个肝胆一疏通了之后，胆汁分泌增多，然后导致这个胃经啊蠕动就会增加。说会儿教大家怎么揉腹哈，这个胃蠕动的增加了之后呢，气血就会通畅，身体就好了。好，这是第一方面。再往下，那么我刚才讲了，人生了气之后会产生毒素，那么就会有人说了，那彭大夫，你说的这个可操作性太差了啊！你总是让我们不生气的，您知道这个世道啊，这个社会，这个外头的压力这么多，我们能不生气吗？遇上那些坏人，对吧？那个，但是呢，尽量啊，也要把这个情绪给它，化解开啊。我们都知道，很多最高明的人呢是才能大，但是呢脾气小啊，这是第一流的人。我们争做第一流的人啊，就是在处理问题的时候需要智慧。一旦有了智慧，情绪就会化解了。要是实在憋不住，发完火之后呢，我教你一个消气的方法哈，把这些损伤的，已经对身体造成的损伤呢降到最低啊。我们先看看生气的实质是什么？生气的表现，第一点就是胸口啊、心窝这块发堵、发闷，然后呢发火，一发堵啊就想发火啊。发火的实质呢，就是用声音啊、语调啊抬得挺高的，然后把胸中的这股闷气啊，通过吼叫啊，大家注意是吼叫啊，因为你跟别人发火的时候的音量一定是增高的，不会像我这种音量啊。通过吼叫把这个胸中的这个气给它喷出来，喷出来之后呢，你会感觉非常解气啊。解完气之后呢，你会感觉很疲劳，为什么？损失了这个能量啊，然后还产生了毒性物质，这叫损人不利己，对吧？实际上你算算账的话呢是亏了，对吧？但是当时不觉得。所以说呢，人的发火实质内容就是这样。等你把这口恶气通过叫啊、通过吼啊发完了之后，你再冷静下来想一想，80%的人都会后悔，觉得没有必要。但是呢，对别人的损伤已经造成了，对自己身体的损伤呢也造成了。所以很多人一生气就会胸中有结，就是这块就会闷住，闷住之后时间长了，这个用中医的眼光看来，这块的气血就不流通。气血不流通呢，时间一久了就会形成有形的这个变化，一开始是从无形的气哈，到最后会变成有形的物质。有形的物质是什么呢？就是癌症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癌症的排名啊，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好玩的现象啊。男性的排名第一，第一位是肺癌。为什么肺癌？我们一口气闷在肺里边出不来了嘛，对吧？第二个你注意哈，是胃癌。胃就是心窝这个位置啊，所以人一生气不是胸这块堵，就是心窝这块憋得慌啊。第三个是肝癌，肝癌为什么伤肝？怒伤肝嘛。这前三位与情绪用中医眼光一解读，就会发现特别明显。那么女性也是一样的，女性第一位是乳腺癌，我刚才讲的原因了哈。第二个呢是肺癌，第三个是胃癌，你就会发现真好玩，这些器官啊都是在人体的上部，而且与人生气的关系这么密切。所以说这个癌症啊，用我的话讲，大体总结了三点哈。第一个是撑出来的，就是乱吃饭、乱吃这些东西造成的哈，撑出来。第二个是气出来的，第三个就是累出来啊。现在的这个生气，然后吃饭没有节度，然后呢劳累，恰恰就是现在人的这种生活状态。所以说现在的癌症的发病率日渐增高啊，与这三方面关系特别密切。人一生气呢就会气结，从中医角度来看哈，
气结呢就会导致血瘀，血瘀呢就会导致真假积聚，真假积聚就会导致瘤和炎啊，就是癌症。那么好了，这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完毕啊，需要解决问题了。解决问题怎么解决呢？很简单啊，你生完气之后啊，等你感觉胸里边闷着很满的时候，想发的时候，注意千万别发哈，先找一个地方用十秒钟的时间练一件事，就是长呼气啊，大家跟我练一下哈，不要对人啊，注意先吸气，吸足，吸到这个肺里边都满了，然后呢慢慢的呼出来，好，呼完了哈，再吸，等你练完十次之后啊，你就会感觉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本来有火也没也不想发了啊，这其实就是通过这个排浊气的这种方法呀，把心里边那个不良的情绪啊，还有产生的一些不好的物质给它排出来了。所以说呢，这练这个的时候一定在找没人的地方啊，然后呢往外呼，而且你呼出来的气呢，假如说你有亲朋好友在旁边，你可以让他闻一闻了，一般都是很臭的啊。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我们内在分泌了很多毒素，这种又臭又浊的物质啊。这种物质你要是把它沉积在身体里边时间长了，那不是作病吗？对吧？你把它呼出来的话呢，可能心情就会为之一变，整个人呢，人只要是心情一稳定下来呢，就会有智慧产生，就会把问题处理得更圆满一些。这是这个消气的方法。好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这讲的呢是义，义呢对应的五行呢是金，金对应的就是肺。一个人要是肺气不足呢，这个外貌是脸色无华，两腮呢有痤疮，大家注意这个腮帮子上长痤疮，这是肺热，用枇杷散来治啊，然后呢，声音呢，语声呢是低微，低的你都听不着啊，这是肺主气。那么容易得的疾患呢，容易感冒、咳嗽等等这些表现。第二个呢是肺与大肠相表里，所以说大便干湿不调。所以你看现在有很多这个治疗面部痤疮的这种中成药啊，它是用什么呢？就是用通便的这个药来治，因为肺主皮毛啊。这个肺气有了问题之后，肺又跟大肠相表里，一通大肠，大肠气一通了，肺气一通，脸色的痤疮就消失啊，这是中医的道理。第三个呢，就是肺主皮毛，导致皮肤病。那么，什么是养肺呢？就是义啊，就是正义。义讲的就是责任感啊，使命感。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自信心。这个胸襟呢要宽阔，这讲的都是这个肺气那个充足的样子。所以说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讲民族大义啊，国家大义，讲爱国啊，一个人要是爱国心充足的话，他那个胸腔啊，整个这个肺气呢是充满的，因为这个心量会扩大啊，心量一大了呢，这个气啊就足了，气就大了，气一足了之后身体就长寿，因为金水相生啊，肺气一足肾气就足。所以说我以前讲了一个话题，就是肾虚啊，这个案例哈，我就发现临床上很多抽烟的人啊，你给他补肾怎么补都补不上来，为什么呢？他天天往肺里边吸这个毒有毒的这个烟哈，导致这个肺金呢降不下去，肺金降不下去，肾气就补不上来。所以说补肾啊，首先就是得把这个肺气降下去，首先先得把这个烟给戒了。所以说六味地黄丸里边补肾的名方嘛，为什么有茯苓和山药啊，都是为了润肺的啊。补肾的名方里边有补肺的药，就这道理。那么治病的时候呢，也得把这个肺气给它清理好，首先就是不能抽烟啊。这是题外话。那么下面呢，这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啊，讲的就是一个人正义感充足的一种表现。再往下就是悲恼会伤肺啊，
非脑伤了这个肺呢，会得癌症，这是最厉害的一个表现。有一个患者呢，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人生的几大悲痛呢，其中有一大悲痛是中年丧子啊，这个人呢就是中年丧子，然后非常悲伤，想自杀，然后结果呢得了这个肺癌，而且是晚期了，只有3个月的存活期。我们通过让他恢复这个意义啊，意义就是责任感，让他找到自己的角色。一般人这个悲伤啊，通常都是陷在小我里边，小我只认一个角色，就是妈妈，剩下的其他角色都不认了。但是你别忘了，你作为妈妈这是一个，第二你还是社会上的一份子，对吧？你还是企业里边的员工嘛，你还是那个老母亲的女儿，对吧？你在家里面还是太太，你扮演的角色这么多，人通常都是一遇上事情，他就陷在其中一个出不来了，这就是这个意义的那方面啊，那个爆发不出来了。假如说帮助他把这些角色认好的话呢，他那个肺气恢复了，这个责任感有了，慢慢的这肺就好了。这个患者就是帮他认养了一个小女孩，同时配合药物治疗，多延长了5个月的寿命，但是到最后还是因为这个晚期啊，这个没有回天之力，到最后去世。但是已经很好了，就是延长了5个月啊。本来医院是说是3个月去世，结果8个多月才走，把很多后事呢都处理得很好，而且也挺圆满的，这样一个人。那么这个悲恼呢就会伤肺，这个悲伤啊，所以说呢，美国这是中医的认识哈，那个美国和英国的医学家也认为，悲观的人啊，早亡的风险比乐观的人要高19%。所以说，我们遇上事情呢，要尽量的往好的一方面去想啊。现在人呢，有一般人都会有两个趋向嘛，遇上事情往坏的一方面，再不就是往好的一方面。我们都知道，这个往坏的一方面就是过度的担心啊，然后呢越来越窄，这个想的越来越窄。我们要积极的想一些办法，然后呢用乐观的心态来处理这些事情，就会好很多，无论是对于身体还是对于这个事件。那么这里边呢所讲的这个癌症呢就是这个特点，悲观的人比乐观的人早亡风险要高19%。那么反过来呢，我们要保持乐观的心态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技巧呢，就是把所有的担心啊，大家请注意哈，把所有的担心都变成祝福。担心没有用啊，祝福非常有用。祝福第一点，对别人好；第二点呢，祝福实际上是一种正性的心态，正性的心态会对一个人的身体呢，会有良好的这种影响和暗示啊。现在身心医学认为呢，那个暗示呢，尤其是自我暗示啊，这个能力是非常强的。很多病呢，可以把它通过那个心的调整呢，给它治愈。这就是现在身心医学研究的前沿啊。所谓的暗示呢，就是心态的转变。我刚才讲的就是把所有的担心呢变成祝福，这一点很重要啊，供大家来参考。那么下一个呢，就是脑伤肺啊，脑呢就是指的脑自己也脑别人啊，这个肺气不通啊，就会得鼻炎、咳嗽、哮喘。这是我治的一个案例，28岁一个女孩，在中关村上班，是 IT 行业的主管，也是一个金性特别大的女子啊。然后呢，眼里不揉沙子，特别爱发火，然后呢，乳腺增生，还多次流产，多次流产都是胎停育啊。我们都知道，人体要有生机啊，那个胎儿呢才能很好的这个孕育啊，就是万物欣欣向荣。假如说这个母亲一天到晚的发火发脾气，那个身体是个什么环境呢？就是秋天啊，冷飕飕，都是那种环境，那个身体一点生机都没有。那个繁衍后代是需要有生机的，他身上没有生机呢，这个后代就繁衍不了。那么这是从心理的角度来看啊。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经常生气，肝郁气滞，
整个这个鱼子包啊，包括生殖系统啊、妇科啊，这些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了问题之后，就会出现不孕不育这种表现。这都是木火行金的表现。木火啊，就是肝火，肝火反过来会乘这个精气，精气就会受伤，就会导致哮喘。一个人科薄呢，就是精气特别盛的一个外在表现，导致肝硬化。刚才我讲，所以说呢，这种表现呢，就是烦恼自己，也烦恼了别人。而且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个人真讨厌，某某人真讨厌，讨厌啊！”这种话呢，经常挂在现在很多女孩子的嘴边。你们就注意哈，凡是经常有这种词汇出现的女孩呢，大部分这个妇科乳腺，尤其是这个繁育下一代啊，都会出现问题。所以说这个心态对这个身体影响是很大的，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那么这就是第二个我在临床实际遇到的案例。那么下面我跟大家分享的，这都是一些技巧了哈，补肺的方法。我们注意哈，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呢，就是为什么心脏啊不得癌症？我们都知道，肺癌、什么胃癌、脾癌、肠癌、胰脏癌、这癌那癌的骨癌，这心脏从来不得癌症啊。身上的这个肌肉呢也不得癌，对吧？原发性的癌症没有肌肉啥事儿，所有的癌都是内脏的。这说明两个问题哈，从中医的眼光看来呢。流水不敷，不输不渡啊！心脏一天到晚总是在那儿跳啊跳啊跳的，它那个气血运行的很好啊，那个垃圾呢沉积不了，所以说呢，气血流通好了就不容易得肝气滞血瘀，就不会导致真假积聚，就不会得癌症。那么肌肉呢，我们天天都要活动啊，做这做那的，这个肌肉永远处于这个运动状态，气血流通的也好。那么反过来，这些凡是气血流通的不好的这些脏器呢，都很容易得癌症。你看这个肺啊，肺排名第一位嘛，无论男性女性都是比较靠前的。再就是胃啊，我们天天能锻炼身体，谁能锻说每天都能锻炼到这个肺和这个胃呢？都锻炼不到啊。所以说呢，预防，我下面跟大家说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如何来预防癌症。预防癌症其中第一点呢，就是饮食，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这个饮食很重要。所以说呢，我跟我的所有的患者都提倡素食。要是达不到素食的话呢，以素为主啊。这种饮食节奏呢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首先呢，第一个，素食容易消化，素食特别容易消化，因为呢吃的是五谷杂粮、蔬菜水果，这些肠胃容易消化吸收啊，脾胃呢就健运，气血呢就流通的好。第二个呢是五谷蔬菜水果啊，这些东西呢都是碱性的，偏碱性的这个食品，偏碱性的食品吃的多了呢，身体会呈现出一种弱碱性，弱碱性的这种体质呢的人呢，发癌症的这个发病率呢会比弱酸性的人要低100倍以上。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国在六七十年代之前说谁谁得了癌症，那都是很少的，很少能听到的事儿啊。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生活的提高，这个癌症开始发作，尤其是大肠癌，这每年的发作率越来越高，甚至都会从80年代末期开始，专门的肿瘤医院都形成。以前我们知道谁得了癌症，顶多也就是在医院的肿瘤科嘛，对吧？后来这个团队呢越来越庞大，为什么呢？是与这个饮食有很大关系。那么我们看这个肉类、水产类和蛋和奶哈，这些食品呢都是偏于酸性的体质，这种酸性食品吃到身体里边导致酸性体质最容易得的是三方面的病啊。第一个呢就是癌症，癌细胞最喜欢吃的营养呢就是肉类和那个海鲜啊，大家记住啊，这两个东西一吃进去，这个体内酸性环境一产生，癌细胞特别喜欢这种环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哮喘，所以说我们看现在的很多青少年哈，尤其是85年之后的、90年之后的、00年之后的这些
儿童这些青少年得哮喘得皮肤病的人越来越多，这一代人都是吃着这些所谓物质生活好的这些肉类长大的，这个小孩吃肉吃多了的第一的表现是这个特别容易感冒，一感冒呢就走这个肺，就是肺炎，然后肺里边就齁了齁了开始喘了哈，这第一的表现。第二的呢，这一类的孩子呢脾气特别犟，特别难服管教，尤其是喜欢吃肉的孩子，那个脾气大得不得了。我在临床上遇到很多这种小孩，只要把他的饮食给他变成这个整天喝小米粥啊，吃这个五谷杂粮，半年之后那些什么哮喘啊，什么那个脾气都会自动的就会有80%以上的这个好转。所以说呢，这个哮喘呢与这个肉食呢关系很密切。第三点呢，就是过敏性疾病，因为酸性环境呢，这个体质特别容易过敏，这就是过敏性哮喘湿疹现在逐年上升的原因。那么这就是肉类，所以说呢，对于这个我们要想预防癌症、健康长寿啊，这些食品呢要少吃，尽量不吃。另外一个呢，就是吃肉啊，很容易导致一个人脾气大，因为人只要是酸性环境，他的身体就乏，身体特别容易疲劳，特别容易乏力，这种环境下他是非常喜欢发火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第二有一天睡足了觉，身体特别好，外头的阳光啊又特别好，空气很好，这种情况下我们心态也是平和的，不容易发怒啊。什么时候发怒呢？就是前一天晚上没睡好觉，再不就是吵架了啊，然后呢那个一天觉没有睡好，第二天呢天空又阴霾啊，然后到了公司里边事儿又那么多，好了妥了，这一天肯定就开始发火了，这与我们的身体呢都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想让这个心态保持平衡，也得把身体调理好。调理好身体，首先就得从饮食上调整，不要吃太酸性的这种物质啊。所以说呢，这个饮食啊，要以素食为好啊。这是我给我的患者们的这个建议。那实践证明呢，很多人通过吃素呢，把这个高血压啊、什么那个血糖啊、血脂啊，这些都慢慢就降下来了。提高生活质量，何乐而不为呢？对吧？那么，但是素食呢，它有它的要点啊。很多人吃素吃的小脸蜡黄，这也不对啊。怎么样就能让这个吃素身体好呢？首先就是以五谷杂粮为主啊。大家注意，这个五谷杂粮很重要。五谷杂粮啊，就是植物的种子，对吧？那个无论是米啊，还是那个麦子啊。麦子磨成的面嘛，对吧？北方人喜欢吃面食，南方人吃米，这都是植物的种子。种子有一个特点，埋了土里边，第二年可以发芽，生根发芽，长出一棵完备的植物。它是这个植物的能量的高度浓缩和这个融合，所以要多吃种子。吃了种子之后，你身体的生机就多了。这是老祖宗给我们传下来的，要以五谷杂粮为主。那么有人说了，您这个吃素是不是会那个导致这个蛋白质啊什么这些营养啊摄入不够呢？不会啊。所谓的蛋白质呢，就是有一些必备的这些氨基酸在肉类的里边有，在谷物里边没有。其实大家没有这个担心的必要。我们都知道那个当年的那个卡尔刘易斯那个百米冠军啊，洛杉矶百米冠军，他就是素食主义者，而且他发现吃完素之后，他的体力会越来越好，这不说明他那个吃完素之后这个营养缺乏。那么怎么样，我们用一种综合的方法，既能把营养补足了，身体又能好呢？这是问题就来了，我们要豆类的食品和谷类的食品要混搭啊，混合搭配。这些豆类呢，包括黄豆、黑豆、大豆等等这些豆类，和这些谷类，谷类什么呢？就是米啊，然后小麦啊、小米啊这些啊，谷类的食品混合在一起，一块煮粥啊，或者是那个喝小米粥，然后再吃上这个那个豆浆啊等等，这样一混搭，这个能量和这个营养呢就充足了。第三方面呢，就是中国人的肠胃啊是适合吃这个熟食的。熟的经过那个煮的还有蒸的啊，
加热的、炒的，不适合吃生的东西。我们都知道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生冷伤脾胃啊。现在有很多那个吃素的人啊，不知道是听谁说的啊，那个就知道一个理念，就开始吃那些生的蔬菜啊、水果啊，天天也不吃面了，也不吃主食了，天天吃这些蔬菜水果，结果吃的时间一长，面如菜色。为什么呢？因为这生的蔬菜水果是生冷伤胃啊，这个本来尤其是本来脾胃不足的人，一吃生冷蔬菜就拉稀啊，大便就稀，不成形，这个营养根本摄入不了，时间一久了，大便那个身体就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我记得我这一次来那个青岛之前还治了一个患者，就是从去年年底不知道听谁说的，他是推广素食的嘛，天天吃那个蔬菜啊，什么果汁啊打成的汁，天天喝那个，也不吃主食了，结果吃了一冬天之后，这个身体特别虚弱，说话有气无力的，哎呀，这就是瞎吃啊。所以说呢，我们中国人要把这个按照中国人的这个饮食结构呢，把这个饮食呢搭配好，要以蔬菜水果为辅啊，多吃五谷杂粮，多吃熟食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预防癌症甚至治疗癌症的好方法呢是断食。这个断食呢就是不吃饭，当然这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的啊。那个我们每个人每天也可以，每个星期可以体验一下啊，抽出周末一天的时间来，只喝水不吃饭，或者是呢，喝这个果汁，或者是喝这个豆浆啊，不吃这个主食，不吃饭，让这个肠胃呢给它静下来啊，让肠胃休息。肠胃一休息呢，我们都知道肠胃一休息啊，大脑就容易静了。你看哈，我们一般来讲，人一吃饱了之后啊，然后这个大脑呢就开始晕晕乎乎的，对吧？就不清醒。人一旦空，这个肠胃空的时候，大脑也容易安静。大脑一安静呢，大脑安静，就是思想杂念少了。在古代的一个名词叫心斋，所以说吃斋啊，不是吃素的意思，而是让这个心啊保持清静。身心一清静啊，这个脏器就会充分的舒展和放松。用西医的眼状看来呢，就是交感神经呢放松，副交感神经张力增高，然后内分泌开始重新整合，能量呢开始汇聚，肝糖原开始合成，这个时候呢，人体就会发动一个非常奇妙的这个潜能，就是自愈，自己给自己治疗痊愈。那么这种治法呢，在古代来讲叫做辟谷，辟开辟的辟哈，谷就是谷物的谷，就是不吃饭，辟谷可以治疗好多病啊。那么这种方法呢，现在日本人在用，叫断食疗法。日本的断食疗法，发现这个癌症啊，有30%的人不用吃药可以自愈。这种自愈的前提是让肠胃啊放松下来。抽出一定的时间来断食，就把癌细胞给饿死了啊！所以说，很多癌症啊是撑出来的，只要是你饿一饿呢，很多病就会消失，甚至是好转啊！这就是断食，这是预防癌症的第二个方法，因为一断食气血就容易流通了啊。第三个呢是内脏运动，我们一提到运动都知道，这个不是跑步就是打球嘛，这是我们首先的反应。但是呢，你注意跑步和打球锻炼的都是肌肉啊，都是肌肉。得病都是什么得？肌肉从来不得病啊，除非是你是外伤啊、肌无力等等，这很少。得病都是谁得？都是内脏。我们想想，我们锻炼过内脏没有？很少啊，很少锻炼。但是中国古人啊，特别注重锻炼内脏。你看古代的所有的运动方式都不是让你跑啊跳，都不是干这的，都是让你通过无论是内家三拳、太极拳、八卦掌和和形意拳哈，这三甲练的都是丹田气。所谓的丹田气呢，就是让内在的脏腑强壮。那么中国传统的锻炼方法，一筋经、八段锦、五禽戏，这些锻炼呢都是呼吸，这种呼吸呢叫做吐纳，
古代来讲叫做吐纳之术。这种吐纳之术翻译成现在的语言呢，就非常类似这个深呼吸啊，我刚才讲的那个深深的吸一口气，然后把它慢慢的吐出来。这种锻炼方法不仅可以补这个肺气，排这个浊气，同时呢可以让这个肺啊全肺进行呼吸。我们成年人一般的这个肺活量在2000到4000左右哈，成年男性要高一些。那么平时的话，我们呼吸安静的时候动用的肺活量也就1000左右，那么剩下的肺的大部分肺泡都是不进行呼吸的，它永远处于一潭死水的状态。我们知道一潭死水时间长了就会生这个杂草啊，就会臭了，就会各种各样的寄生虫就出来了。肺身体也是一样，你经常不运动那个地方它就变成一潭死水了，时间一长各种各样的疾病就来了，其中包括癌症啊。所以说我们要想让它活动起来呢，这个水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啊。你要想让这个水变得清澈的话，你得让它动起来啊。我们要想让身体好起来，也得让内脏动起来。内脏动起来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深呼吸。大家跟我互动一下啊，开始跟我练。深深的吸哈，吸的同时呢，我们加一个概念哈，让肚子来进行呼吸。肚子一吸气的时候，肚子胀起来；呼气的时候，肚子瘪进去啊。来，我们开始练。这样一深呼吸呢，让这个全肺啊进行活动啊，同时另外一个感觉呢，就是让这个肚子一起一伏的，其中有一个在这个腹腔和胸腔有一个很重要的肌肉，叫做膈肌，膈肌上下一运动啊，就会让这个内脏的这个肠胃啊、这些胰腺、肝脏进行同步的活动，这就锻炼了这个内脏。所以说中国古代的运动方式通过外在的这些动作锻炼的就是内脏，内脏强壮了才能长寿，肌肉再强壮也长寿不了啊。所以说呢，大家在这儿请把这个关键的点给记一下啊，就中国人的所有的锻炼方法锻炼的都是内在的，让这个内脏强壮。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虎式呼吸啊，这个膈肌啊一起一伏，让这个整个这个肺、心脏、胃、肠、胰、脾、肝、胆、肾等等都跟着上下有韵律的活动，让这个气血活动起来在内在，这就导致了这个内气的这个充实，身体就会健康长寿啊。在这里呢，就是有一点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身心健康和衰败的一个很重要的显示器呢，就是呼吸。我们看小孩的呼吸呢，小孩子的呼吸你那个尤其是婴儿，你放到床上你去看，他睡着了之后这个小肚子呢是一起一伏的，对吧，配合着这个胸廓一起一伏，整个腹部在进行起伏。人上了岁数之后啊，这个呼吸也变得越来越短了，尤其是人过中年，吸一口气顶多也就是吸到这个胸口这块，沉不下去了。人再到了老年呢，这个呼吸会变得越来越粗，就是对吧，我们家里边有老人的就会有这种经验，他那个呼吸很粗，人身体越差呼吸就会越粗重，等到了濒临死亡的时候都是用喉头呼吸了，一口气儿上不来就去世了。所以说呢，我们通过锻炼身体让这个呼吸也变得长，呼吸越深长这个身体就越好。所以说古人有一句话叫做气长则命长啊，讲的就是这道理啊。所以说呢，要锻炼这个深呼吸，这是预防癌症的三点。第一点呢是素食，第二点呢是隔一段时间呢在一定条件下进行断食疗法，第三个呢就是通过深呼吸锻炼内脏。好，那么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
讲的是火，讲的是理啊。理对应的五行呢是火，火对应的内脏呢是心。一个人心脉要是不足啊，他外貌是什么呢？印堂发暗啊，印堂两眉中间，这个地方代表心啊。所以说，一个人要是没有智慧啊，这个地方就是会发暗啊。所以说，你看古代的这个脸谱啊，特别好玩，凡是那个丑角啊，丑角反面人物，这个地方都是黑的，黑黑的一团啊，它就代表这个人智慧低啊，愚昧。你看啊，再往下。这个心脉要是不足的话呢，额头啊就会起这个包，尤其是额头代表心火大啊。通过一些黄连啊等等当归等等这些药，把这个气血流通开，把火气降下去，这个包就会好了。舌尖会红，大便会干燥，毒素排不出来啊，脸色就会发暗。这是心主脉。那么对应的疾病呢，一个是心脏病、心慌、心跳、心悸啊。另外呢，对应的就是精神的病，就是失眠。经脉出现问题，我们经常讲啊，理月养心啊，理是养心的，月也是养心。月呢，还有一个词呢，叫做乐啊。那么理代表明理，代表自律。孔老夫子所讲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啊，就是活得很自在，但是又在那个又在规矩之内。这种状态呢，是活出人生的一种自由的、自在的这种境界来了。就是理所对应的另外一个表现呢，就是热情啊。像雷锋同志所讲的，对朋友呢，要像春天般热情，对吧？这样一种热情扩展开来之后呢，这个心脉呢就会打通啊。这种状态呢，对应的这个月呢，就是这个理所对应的另外一个叫月嘛。月还有一个发音叫做乐，就是快乐的乐。一个人要是天天快乐的话，他心胸是开朗的，这个心脉就通畅。我们会发现这个小孩啊，天天都是很快乐的，他即使哭啊，一会儿一转头就忘了啊，还会有更新奇的事情吸引着他笑啊。一般统计啊，这个国外统计说是小孩子3岁之前的小孩平均一天笑170次，那么成年人呢，平均一天笑7次哈，我们就会发现成年人怎么笑那么少啊？这还是国外老外们的统计，我们中国人可能还要低于其啊。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呢一天到晚的就喜欢装严肃，我们其实可以每天抽出时间来笑一笑。就这样，好，就这样把这个嘴一咧开哈，这个微笑的感觉就出来了，然后我们一下子气氛就缓和下来了嘛，身心就放松了啊，身心一放松呢，心态就好了。所以说呢，生活没有那么大压力嘛，对不对？每天的空气都是那么新鲜，空气生活那么美好，没有必要给自己找很多烦恼。我们天天的就这么快快乐乐的活，多好啊，是吧？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要向小孩子学习啊。所谓的无论是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都是提倡我们要向婴儿来恢复啊，恢复到婴儿纯真天真的这种自然的心态，不要有太多的束缚啊，把自己给绑得紧紧的。所以说人啊要有一种喜乐的状态，气脉就会通畅。人一喜一乐了，气脉全通畅，古人叫做纯阳之体啊，纯阳。所以说古人把很多神仙啊，所谓神仙就是养生特别养生养得很好的，可以活很多年的人哈，叫做纯阳。很典型的一个案例呢，就是唐朝有八仙之一叫做吕洞宾啊，他的外号叫做吕纯阳。一个人的阳气完全纯净了之后呢，他的身体就跟婴儿一样，气脉全通啊，纯阳之体。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呢，也要把我们的内心完全打通，变成这个身体的那个没有疾病病苦的状态，达到纯阳之体。所以说我们要向小孩子学习，天天这样微笑，然后呢心情就会开朗起来了啊。好，谢谢大家，谢谢。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乐啊，乐就是音乐的乐。金雅佳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好的一课，就是一风一俗莫善于乐啊，因为这个乐可以通神啊，
神就是神明哈，可以通这个精神，音乐通精神通的是最快的，因为音乐直接跟这个心脉相通。我们都知道心肝脾肺肾当中的心是主这个神明的。所以古代来讲有一个著名的案例叫做玉伯牙摔琴谢之音，这在三言二拍里面最经典的一章。玉伯牙是一个很有名的琴师啊，他弹着古琴非常的好，然后呢没有知音能听懂他。有一天他在船那个湖里边弹琴，弹着弹着他就跟他的琴童说今天我弹琴知音独亮，肯定有人在倾听，而且是知音，你把他找来。这个知啊，知音的知就是工商绝止语的知，工商绝止语的知啊，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人非常有智慧哈，他把五行啊跟日常生活各行各业全都统贯在一起了。音乐里边的工商绝止语对应的就是心肝脾肺肾，对应的就是木火土金水五行啊。这个知音啊，知这个音对应的就是火，对应的就是心。他这个指下一弹，他知道今天知音多亮，有人的心神啊跟他的这个琴声发生共振了。他说琴童你赶紧给我找人。那个琴童往外一找，找到钟子期，一个樵夫啊。他说那个回禀这个师傅，只找到一个那个樵夫，他说把他叫来，然后把钟子期叫来，不是把他叫来，是请他进来啊。对不起，我这没有传统文化修养，经常用这些口误啊。就是那个玉伯牙说请钟子期进来啊，我们谈一下。他就那琴童就把这个钟子期请进来了。然后俞伯牙问他说你刚才听到我的弹琴了对吧，他说对，我现在给你弹一曲啊，你把听完之后的感觉呢告诉我。这个俞伯牙就弹了一首曲子，然后呢弹完之后钟子期说多么巍峨的高山啊，他说对，你听的这首曲子呢就叫高山啊，我下面再弹一首曲子。他又弹了一首，然后呢这个钟子期听完说浩浩荡荡的江水啊，他说俞伯牙说对啊，这首曲子就叫流水，这首曲子合在一起就是现在著名的高山流水这首古曲啊，是古琴曲啊。这高山流水这个音乐可以治疗很多疾病啊，让一个人心情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今天时间很有限，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案例啊，耽误大家一点点休息的时间。这个案例呢就是我以前的一个老师他治病的一个案例，他用音乐来治病。这个老师呢姓李啊，李老师，他曾经治过一个重症的这个抑郁症患者。这个女孩呢当年得了是抑郁症狂躁型啊，抑郁症分很多型，有的是内在的往里抑郁，有的是狂躁。这女孩是狂躁，狂躁型这抑郁症呢，然后送到北京的有一家精神病院来进行治疗。我们知道一般的精神类的疾病遇上狂躁型都给她用镇静安神的药嘛，就是像那个那个药的品质呢，就是那个组成跟那个抗癫痫的药是一类的啊，载体类特别多。而这个女孩吃完这个药之后呢，她不狂躁了，变得两眼发直了，两眼发直，然后面无表情，然后一天到晚闷声不响，成了一个自闭症。吃了各种各样的药，求遍访名医没有效果，然后找到李老师了。这个女孩在得病之前呢是钢琴八级啊，钢琴八级我们都知道很高了这个级别。她说那个老师，那老师就问他说你现在还可以弹琴吗？那女孩说可以。老师说我给你一首曲子你弹一下哈，你把你的感受告诉我。大家注意哈，学音乐的人啊，这个对这个声音尤其是对音乐还有那种高雅的音乐特别敏感，这个女孩就是，老师就利用她这一点啊，她就把那个曲子给她，那个女孩就开始弹啊，一开始比较生疏，后来慢慢的连贯起来了。谈到后来的时候，那女孩就开始哭了，哭。她父母见到这种场景，特
特别奇怪啊，因为这女孩自从用了这个浪荡碱，就是那些抗精神类的这些药之后，整个人啊，这个七情六欲好像一点都没有变成木头人了，也没见她哭，也没见她笑啊。她说那个，她说大夫，这个我家这个孩子从来没有哭过哈、啊，自从知道你结果给她这首曲，她居然哭了。那个李老师说，先别着急，我问一下。他又问姑娘，你弹完这首曲子的感受是什么？那个女孩说，一开始我感觉到这个心很压抑啊，后来我感觉到心里好像撕开一道缝，有一道光明进来了。然后那个老师说，好，你接着弹第二首曲子。这两首曲子都是古曲啊，给他弹第二首曲。那个女孩弹第二首曲，刚开始弹第一段就开始眼泪就开始那个流淌的特别汹涌啊，一直把这首曲子弹完，然后哭的不成人样啊。对不起，又是没有传统文化修养啊，不是不成人样，是哭的那个特别感动啊。然后呢，那个女孩说，这个等她哭完了之后，老师说你弹完这首曲子是什么感受啊？那女孩说，我就感觉到有一股很强大的光明进入我的内心哈，我一下子很多压抑了好多年的这种那个委屈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感受一下子爆发了，那个现在心情特别舒畅。那个老师就说，好吧，你就前半个月呢，你就开始弹第一首曲子加第二首曲子啊，等过完半个月呢，你只弹第二首曲子，不用弹第一首曲子，一个月之后你就好了。结果果然如李老师所说，一个月之后，这个女孩没有怎么再吃药，然后心态呢，慢慢的就恢复正常了。同时给她开了一些舒筋，就是疏通气血啊、镇静安神的药啊，让她把这个内在的五脏之气再平稳下来。这个女孩呢，就用这两首曲子给治好了。这首曲子，第一首曲子啊，叫做《二泉映月》。第二首曲子呢叫做光明行啊。第一首曲子为什么用二泉映月呢？因为二泉映月一开始很悲伤啊，委婉，然后帮助这个女孩跟她能共鸣啊，但是到最后这个曲子一转折就会映月，那个月亮是一个圆月，让这个心情一下子就开朗了啊。开朗之后呢，这是用药的特点，得用一些佐使药先进去，然后把心脉打开，打开之后呢，再用光明行给他把这个心脉彻底打开，彻底打开之后，这个那个通过音乐而达到这个乐，这个内在的这个喜乐的状态就出来，心脉一打开，心情就好了，抑郁症就治好，很简单啊。所以说呢，中国古人的这些东西真的是非常的优秀，我们假如说用的得当的话呢，可以治疗很多各种各样的身心疾病。这是月，可以通神。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微笑治百病啊，就是我们经常这样笑啊，一下，然后呢，让这个经脉啊，就是这两条经脉给它放松，后面的经脉拉开，然后阳气开始往下降。人一天到晚只要一板着脸啊，气血就开始往大脑上涌，人只要一笑啊，这个气就降下来了。人的气一降下来，阳气一降下来，身体就健康嘛，大脑就清醒啊。所以说要天天保持这个微笑的状态，然后有事儿没事儿就这样拉拉筋啊。我经常把这种方法叫做面部拉筋啊。现在有一种很流行的方法呢，就是压腿啊，然后抻胳膊，这是把筋脉给打开，脸也要拉开啊，对吧？脸拉开了之后，不但跟你接触的人舒服，你自己也非常舒服，对吧？然后这个气血就通畅了，身体就好了啊。这是第三个方面。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行善啊是很快乐的。行善快乐不仅是导致这个，那么快乐之后内心快乐了，身体是不是好呢？能长寿呢？答案是肯定的啊。2003年的7月25日。那个 Science 这个著名的杂志，他做过一个统计哈，423对夫妇，其中呢，给予别人物质上帮助的人呢，他们的死亡率呢，这是10年的调查哈，比普通人要降低42%；给予别人精神关怀的人呢，死亡率会降低30%啊。
于是这项研究的两个科学家做出重要的结论啊。第一个是 Brown， 他说看来我们要想增进寿命的话，不妨试一下关心和帮助他人。关心和帮助他人翻译成中国话就是行善啊，对吧？帮助人嘛，就是做好事啊，向雷锋同志学习。这是 Brown。 那么下一个呢是 Tony 说显然我们过去忽略了行善的重要性，这重要性体现在哪里呢？是对身心的健康上的。所以说呢，无论是从中医啊还是从西医啊，这个行善啊，让这个心态啊保持平和，对于身体呢都是正性的，都是良性的一种调整啊，能够促进这个健康，然后呢保持健康长寿啊。那么反过来，什么伤心啊？恨伤心啊，恨怀恨别人，恨伤心。中医有一句话叫做“心不受邪，心包带之”。心脏本身它是不受邪的，因为它是君主嘛。心包是这个它的外围啊，心包带之。所以说，我以前治过一个案例，这个案例是一个，也是现在一个很现象，就是拿了钱没有帮别人办事儿啊，收了别人20万之后，没有把他的孩子的学校安排好，结果那个这个被骗钱的这个人呢，就特别的后悔，同时配合着那个恨这个骗他钱的人，特别仇恨他，仇恨了大约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得了一个病啊，叫做心律不齐。我在诊所里边遇到了这个案例，他就说刨根嘛，我们医生在帮助病人把他的病根刨出来啊，结果他就说，哎呀，我这个病其实就是那一次被别人骗了20万之后导致的。我说你这个不仅是被别人骗了20万现金啊，你还把被别人骗走了健康，对吧？得不偿失啊，何苦来呢？啥都别说了，先帮你解决问题啊，先就把他那个心包经啊，因为这个人一旦心脉不通畅，首先在经络上他就会有反应嘛。这个心包经就是在这儿啊，这条红线所循行的这个位置，正好循行于这个手的内侧，我就在他心包经这个地方呢找这个压痛点啊，找到压痛点之后，用这个手法呢给他拨开、揉开，揉开之后呢，心脉就通畅了，整个这条经脉一通畅，外在的经脉一通畅，心脏呢就好了，这个心律不齐呢迅速得到解决，这就是中医的魅力哈，徒手治病，也不用针，也不用药，然后稍微一按摩就好了。当然注意哈，这是很清浅的病。我给他按摩了一星期之后，完全恢复了，也没有心律不齐了。然后我就开导他说，那个20万啊，这个钱啊被别人骗走呢，虽然说他做的不对，但是你不要被别人的错误呢再来烦恼自己，不要再想这件事儿了。吃一堑长一智，人生在世没有说谁欠谁的，到最后说白了都是，哎，用曹雪芹的话讲就是荒冢一堆草没了，对吧？你这一生呢，从生下来到死亡这么一段过程，生的时候赤裸裸的来，走的时候也赤裸裸的走，一分钱带不走，你何苦来呢？对吧？还得自己生命当中增加了很多烦恼，没有必要，把这个心态放开。然后呢，他慢慢的也接受了这个观念啊，心胸一打开，再也没有犯这个心律不齐。这就是这个中医的方法，要配合心理疏导啊，效果就好了。那么我们就看啊，刚才讲了这么多案例啊，大家注意，有内因啊，内因呢。中医的病因呢是喜怒忧思悲恐惊啊，这叫七情。也有外因，外因现在很少了啊，外因是风寒暑湿燥火，这叫六淫，淫就是过度的意思。这外因，因为现在我们的住房啊各方面环境保暖，衣着啊什么都注意的不错，然后外因呢会少，但是有一些女孩子这个穿得太暴露了，这个风寒很容易进来，导致一些疾病，上次演讲讲过了，不展开讲了啊。还有是不内不外因呀，不内不外因就是饮食起居运动等等这些因素导致的。那么综合这些啊，我基本上对它进行了现代的解读哈。现代人的病呢，病因主要是三点。第一个是撑出来的，吃饭吃的不是太多就是太油腻，再不就加上喝酒啊。
这个总之导致三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啊，现在已经非常普遍了，尤其是在对不起大家哈，企业家层面非常多。为什么呢？企业家他得经常那个有这些应酬嘛，对吧？有应酬呢，吃的东西呢都是很多都是大鱼大肉嘛，再加上喝酒，这个三高就容易出现。所以说第一点是撑出来的，第二点是气出来的啊，因为现在这个社会那个外在的压力挺大，我们内心呢也不稳定，这个七情啊一过度啊，尤其七情里边最重要的就是怒啊，怒就是生气，一生气就把病给制造出来了啊。第三个呢就是累出来的，我们都知道上个月呢咱们国家有一个很杰出的人才王江民，年仅59岁去世了，他是软件行业的领头军啊，身价好几十亿的一个大的这个大的这样有杰出贡献的人，才59岁得病去世。而且每年咱们国家这种精英人士啊猝死啊英年早逝啊屡见不鲜的，为什么呀？一个字儿累啊，太累了，主要是心累啊，牵挂的事儿忒多了，把自己绑得紧紧的。所以说有必要得给自己释放压力啊，一定要练习微笑啊，然后呢一微笑这个压力慢慢的就会降低，不那么累了，心里不累了，身体就不会累了。我们都知道老农民一天到晚活那么多，他都能活到70老80的，为什么很多人一天到晚一点活都不干也不动，对吧？他怎么去世那么早呢？主要就是那个身体不活动，心里边活动的太多了啊。这个累，这个心累啊，一定要有合理的这个释放的途径。那么中医的整体观呢，就是通过外在的皮肉筋骨膜内脏啊，跟内在的精神呢联系在一起。所以说中医把这个人体看成是一个整体啊，他从来不把身体给分开，不把这个肉体跟这个精神给分开。所以说呢，中医研究的是生命，生命不等于肉体啊，所以说 body 不等于 life 指的是生命， body 仅仅是肉体。那么通过药物针灸等等治其外，解决病机，内在精神开导，打开心结，治其内，通过改变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那么中间呢，通过饮食起居运动的调整，把这个生活方式改正过来，很多病呢就不治而愈了。那么下面我们开始看这个，因为今天的有一个很大的主题呢是孝文化，孝文化的核心呢就是养老和敬老啊。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都是空巢老人啊，就是年轻一代呢出去挣钱啊，去外地，然后留下父母呢然后在家里面，那个这就出现一种现象啊，就是过节病。我们以前在医院急诊科值班的时候，每逢到了除夕夜，总是不断这个求救电话不断。为什么呢？因为空巢老人那个时候，咱们国家的习俗呢，就是海外的都回到家里来了，外地的都回来了，回家过年嘛。一过年呢，老人一高兴就开始喝酒啊，然后饮食啊就不注意了，然后一喝酒一高兴，情绪一高涨，就说就导致心脏的问题和脑血管的问题啊，这就是过节病。所以说呢，常回家看看这句话，要是用中医的眼光看来，还要多加一点啊，就是多陪一陪老人，而不是仅仅是回家看看，要经常回家帮老人做点事情，同时呢也要有灵活性，不是说给老人家喝酒吃肉就是孝顺啊，要从内心当中让他得到这个精神的安慰啊，让他有一种温暖的这种感觉在心里边，而不要让心情不平稳，不要过激啊。所以说呢，在这里边多余出来讲一点哈，就是老人的饮食注意啊。第一点呢，要清淡，清淡为主，吃五谷杂粮，特别是山药和小米哈，这两种食物呢对老人特别好。
第二呢，饮酒要注意，最好老人家不要喝酒，因为酒性是上行的。我上个春节还治了一个患者，就是因为过年一喝酒导致了中风啊。这个儿女很后悔，我说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尤其是现在很多老人家又有高血压又有高血脂，你说你一喝酒，酒性一上行，他不中风吗？所以说呢，心脑血管病啊，有这种病史的老人家一定要注意，最好不要喝啊。第三点呢，就是保健品，不要说是孝敬老人就给老人买很多保健品，在医生的这个保健品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包括人参啊、燕窝、冬虫夏草，还有各种各样营养粉啊，这些东西啊都是有偏性的。所谓的偏性呢，就是不是平性的，不是像粮食它是平的，它偏。要是偏的话，它必须得针对体质啊，针对老人家的体质来进行那个保养，而不能说是一概而论啊。所以说要注意这三点，这个老人的健康长寿呢，在饮食上呢就会达到一个比较圆满的这样一个结果。再往下呢，就是讲那个儿女孝敬老人的方法。作为儿女呢，通过以下四点呢，很简单哈，可以帮老人家缓解这个甚至预防很多疾病。第一个是拨开头巾，拨开头巾呢很简单，就是帮老人家梳头啊，用手梳头，然后遇到老人说的痛的地方，你用手给他揉开，揉一揉，转着圈这样揉一揉，这个地方就散开了，气血就通了啊，这是第一个，预防脑血管病。第二个呢，就是拨开心包经，心包经刚才讲的，从中指一直贯穿过来，在这个胳膊的正中间哈，一般老人家这个地方他都会有一些压痛点，你把这个压痛点帮他揉开啊，然后一方面增进了这个老人跟儿女之间的这个感情，另外一方面还可以帮他预防疾病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帮老人做这个足底按摩，足底按摩非常好学，一般人学上8个小时，我们当时在学校的时候学了8个学时，基本上的原理就掌握了。你帮老人每天每次回家的时候做足底，做足底有什么好处呢？让这个精神啊安定下来，让这个大脑的气血呢往下面走啊，能安神，还可以补肾，因为足底有一个穴是涌泉穴啊，帮老人多按一按这个涌泉穴可以补肾。第三方面呢是潜阳，让这阳气通达要手脚，老年人呢身体就好。所以说呢，衡量那个一个人能不能长寿的很重要的标准，就是看他的脚呢是不是温暖的。我们都知道人老腿先老啊，腿老的表现是脚开始凉，开始冷，开始麻木啊。假如说我们通过按摩呢，让这老人家呢就是脚保持一种温暖的状态呢，这个阳气一直是通的，一方面呢可以延缓衰老，另外一方面呢可以预防很多的这个下肢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说呢，这足底按摩这三点非常容易达到，一般来讲连贯起来做大约半个小时就做完了啊，每天晚上做一遍，不仅沟通了感情，而且呢还得老人家预防了疾病。在做这个的同时呢，跟陪着父母呢多聊聊天，父母最喜欢说的话呢就是你小时候怎么怎么样，对吧？他们喜欢怀旧，那你就跟着他一起怀旧，让他们回到年轻的状态，然后再帮他们展望一下未来，老人家呢这个心态就开朗了，自然喜悦安详啊，享受到天伦之乐，这就是养父母之志啊，让他们开心啊，对吧？这是儿女孝敬老人的方法。那么老年人锻炼身体的方法有下面几个，我总结出来了，很简单哈。第一个呢是拍手治百病，拍手怎么拍呢？就这样，对，好，谢谢大家。这个啊，谢谢啊，谢谢大家。这个拍手呢，是因为手上一共有6条经脉，我们经常拍手啊，可以把这6条经脉给打通。经常拍这个手呢，就是每天拍10分钟到20分钟啊。这个手就会拍红了，这个气血就会通畅啊，这是老人家的这个锻炼方法，这非常简单。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腹式呼吸，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深呼吸啊，用肚子来呼吸啊，用肚子呼吸呢，按摩内脏，
达到强壮的功效。第三点呢，就是拍打足三里啊。古人有一句话叫做拍打足三里胜吃老母鸡啊。现在我们要吃素了，不吃母鸡了，拍打足三里吧，对吧？拍打足三里，足三里这个位置呢，就是在这个膝关节往下啊，大约这么宽的距离哈，这个自己它又有那个宽度哈，这么宽的距离大约是3寸，三寸再往外的这么就是一平指的距离哈，这个位置就是足三里，大约就是在两个胫骨前面这个位置，然后每天这样拍。这个拍什么时候可以拍呢？就是在睡觉之前洗脚的时候可以顺便就拍了，因为洗脚的时间大约是5分钟到10分钟嘛，你拍上10分钟之后，这个免疫力啊就会上升。我们学校，我以前就读的学校是北京中药大学啊，那个年代呢，我们学校那个年代呢是，环境条件各方面都不好，每年呢给那个老教授们，在发那个什么过节的这个保健品啊。但是当时60、70年代经济很紧张嘛，没有什么可发的，然后呢又得达到这个增进这个健康的这样一种功效，发什么呢？就是发那个艾灸啊，艾灸条，大家知道吧，艾条啊。发了艾条之后呢，让这些我们学校退休的这些老中医们呢，还有一些家属啊，每天都灸这个足三里啊，结果灸完了之后，第二年这个整体的发病率降低了20%。这一点特别好玩，就是中国的东西又简单又实用啊！因为灸了足三里之后，这个人体的免疫力会增强，消化能力会增强，气血流通的好，身体呢各种疾病它就会自愈啊！一直到现在，我们学校基本上每年都会给那些退休的老中医们给他们发这个艾条啊，大家回去就灸啊，灸足三里这个位置。所以说呢，老人家锻炼方法很简单，第一是拍手，第二是腹部腹式呼吸，第三点是拍打足三里啊，这是第三方面。第四方面呢，就是开心的方法，就是微笑啊，自我暗示，这个呢我就不多讲了。还有一个呢是预防心脏病的方法，心脏病的方法叫做舒展心胸法，舒展心胸。好，给一个镜头哈，我带领大家做一下。这个随着吸气哈，这个手这么升上来，然后随着到了顶了啊，这样翻掌，随着呼气呢往下降到这个两侧，然后画一个圆圈，然后再从前面然后上来翻掌，然后再下去。我们是不是感觉前胸很舒展啊，对吧？然后前胸一舒展呢，很多心脏病啊就会得到改善，甚至是预防啊，这是预防心脏病很好的方法，还可以治疗这个呼吸不畅。那个波筋疗法呢，我在这儿不展开了，因为刚才讲波筋疗法就是从这条线找到压痛点之后把它拨开啊，拨开的方法就是用大拇指啊这样上下这样揉动，把这个筋给它就像拨开一样。我们这个肌肉都是这么竖条的这样走形的，那么筋呢就像琴弦一样，你用手把它拨一拨，对，这样拨开的话呢，这个心脏病就会得到预防啊。这是第三方面。再有一个话题呢，就是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这里边讲的是礼呀，礼就是有度有约束，讲的就是约束里边最强烈的就是法律。那么巴西的医学家马丁斯做过10年的调查，他就发现违法乱纪与健康长寿的关系非常密切啊。两组分别是583人，贪污的官员60%的人生病或者死亡，在这10年当中啊，相对廉洁的官员呢是16%生病或死亡，而且这死亡里边的这个疾病呢大部分是心脏病、脑出血、癌症等等。这个共同的症状呢是心烦失眠、心慌疼痛、眩晕烦躁等等。那么这里面呢就烘托出一点了啊，就是违法乱纪啊，不仅是对国家和社会不好，同时呢也对这个健康长寿有损害。所以说损人的事情肯定是不利己的，
首先就体现在这个身体健康上，因为中医的理论啊，就是恐伤肾，喜伤过喜伤心啊。那个恐惧是真实的啊，而那贪污之后呢，短暂的喜悦呢是表面的，它是非常不踏实。这种恐惧时间长了就会伤肾，心肾一不交通了就会脑出血、心脏病啊。所以说呢，要遵纪守法。下面一个呢，就是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这讲的是水，讲的是智啊。对应的五行是水，对应的内脏呢是肾。这在我上一次来青岛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伤精的很多青少年的案例啊。那么肾气不足的人呢，外在表现是脸色苍白、精神萎缩、眼光流离不定、骨骼细小、浑身无力、反应慢、迟钝、萎缩。那个犹豫多，没有安全感，下巴长暗疮，颜色黑，经久不愈，这是外在的表现。疾病的表现呢是脑力、体力、抵抗力下降啊。男性呢是肾虚，女性是妇科病，脚凉、怕冷、容易感冒、腰酸腿软、小便无力，然后小便淋漓不尽、脉沉细等等，这些都是肾虚的表现。现在有很多青少年啊。那个因为这个外在的这个色情的这个信息的诱惑啊，再加上自己把持不住这个精神，就会导致一些伤害自己身体的行为，包括手淫啊、性行为过早啊，这些一旦过度的话呢，就会导致肾虚啊。现在很多青少年都会出现肾虚的表现呢，就是这一点有点太过度啊。所以说呢，什么养肾啊？这个智慧呢是养肾啊。一个人智慧充足了，肾气足了，记忆力、理解力和专注能力就会高。反过来，那个肾气不足啊，尤其是现在的很多青少年，学习成绩直线下降，与他们看一些黄色的东西，同时在手淫，导致这个肾虚有很密切的联系。我在门诊上每个星期都会遇到那么二三十人啊。每个月累积的话，有的时候多的话会到100个这种青少年啊，因为这个手淫啊，或者是性行为过早啊，导致这个脑力体力下降。本来是朝气蓬勃的少年，在我面前的这个患者呢，却是20多岁的人，有40-50岁的人的脉象的这么一个早衰的这么一种青年啊，这种现象很多。哎，所以说呢，在座的有很多人是为人父母啊，要管好这个下一代，不要让他们接触这些不良的信息，导致身心双重的损伤啊，这就得不偿失了。再往下呢，智慧的来源呢是谦虚，谦虚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是反省，能够反省自己，才能生出大智慧来啊。认不是呢，认自己的错误呢，就是反省的开始。所以古人讲啊，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讲的不仅是这个德行啊，在身体上，一个人要是犯了这个邪淫啊，还有一些过度的这个伤精的这些行为呢，这个身体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恶果啊。我在第二届青岛企业家论坛曾经跟大家汇报过啊，包括糖尿病、截肢啊、中风，然后。还有一些是那个青少年的伤精啊，脑力体力下降、早衰啊，这些表现非常多。百善孝为先呢，就是反省的开始呢，首先从孝顺父母、顺从父母的这个意愿啊，然后开始，慢慢的呢，才能反省到自己最本质的这个错误。人只要一反省了，这个气啊就开始降了，这叫气沉丹田啊。一个人气沉丹田呢，肾气慢慢的就足了。所以说呢，这个养生呢要从孝顺父母开始做。那么烦恐是伤肾，烦恼恐惧伤肾气。我以前制作那些案例在这里就不跟大家重复了，因为这一次大会有每个人会后都会拿到一份我以前讲课的那个汇集啊，那里边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那里边讲的比较细致。再有一个呢，就是恐伤肾啊，恐伤肾这个案例呢，就是我以前治疗的一个初级战果。
然后一直是失眠尿频，然后肾气不足，我怎么补肾都补不好。结果有一天他那个因为经济问题啊入狱了，等入狱的第二个星期所有的病全好了。为什么？因为他所担心的所有事全发生了，这回彻底踏实。然后踏实了之后呢，叫做气沉丹田嘛，这个心落到地上去了，这个生理呢就恢复到正常的状态。所以说这个人啊整天活在惴惴不安当中啊，实际上是很熬人的一件事啊。所以说呢，恐惧是伤肾的。那么补肾的方法呢一共有这么四种啊。第一个是固肾功，补益这个肾精，预防这个肾病。第二个呢是叩齿补肾功呢，我在我的光盘里边又给大家演示啊。这个叩齿功呢就是很简单，就是这样上下牙齿相扣啊，就是大家听到没有，就是上下闭着嘴哈，上下牙齿这样相扣，这个叩齿功啊非常好。我们学校以前有一个老中医，文革的时候打成右派了，没过多久头发全白了啊。然后呢那个等那个文革过后呢把它平反了，平反之后呢，因为身体伤了嘛，因为心态直接伤身体，所以说呢他那个时候的迅速恢复体力好给人看病。他怎么恢复呢？就是天天练这个叩齿功啊，练了将近一年之后白的头发全变黑啊。因为叩齿功的同时啊嘴里边会产生很多唾液啊，这个唾液呢古人叫做金金玉液，金就是金银的金，玉就是美玉的玉啊，金金玉液。这个金金玉液咽下去之后是最滋养肾水的，这个老中医就天天的，你在他身边你就会听到咚咚的声音啊，整天这样扣，扣完了之后再咽一口口水啊，把这个金金玉液咽下去，天天就是不断的扣，然后不断的咽，然后头发很快就变黑，然后爬香山谁都爬不过他。我们年轻人啊都在他旁边甘拜下风，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不要小看这个简单的方法啊，它的功效非常大。一直到现在这个老中医那个80多岁了还是非常身体非常好。所以说呢要是肾气不足啊，我们可以通过练叩齿功来恢复。第三个呢是鸟飞式，鸟飞式呢就是鸟飞式我在这里不演示了哈，这治疗遗精啊是非常好的。最后一个是潜阳功，潜阳功是交通身心心肾，可以治疗高血压失眠。这个潜阳功说到底就是金鸡独立，金鸡独立的同时啊闭上眼睛，只要你一闭上眼睛呢，你就会感觉到你所有的精力全都沉到脚底了，这个时候呢这个脑力呢就是这个火气呢就会往下沉，身体呢就会好起来。那么最后一个呢是信，信是讲的是脾胃啊，以诚实守信为荣，以建立忘义为耻。然后脾胃啊是养气的，从外貌上看这个脾胃不足的人啊脸色萎黄，舌苔胖，脾虚啊，还有酒糟鼻，酒糟鼻是说明这个胃里边有湿热啊，在清理湿热，喝酒的人容易得这个病啊，因为喝酒是生湿热的，脾胃的湿气大，鼻子上长疮啊等等，这些都是脾胃不足的表现。下面一个呢是脾胃脾阳气所对应的疾病，脾胃虚的话呢就会脾胃虚弱，就会乏力困倦，少气懒言，大便稀，四肢无力等等，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诚信呢是养脾胃的，诚信就是指的有真诚，有信用，能够独行啊，有行动力，万物土中生，万物土中灭，人啊跟这个土啊关系非常密切，人没有信是立不起来的，所以说人无信不立。中国古代讲叫做德土，一个人的要是德土厚的话呢，他的道德的根基就扎实啊。就是这种土呢是指的一个人有承载力和这个厚重厚德载物。那么反过来埋怨就会伤这个脾胃，我自己就是一个案例哈。我以前在上博士二年级的时候呢埋怨这个导师啊给我安排的活儿太重了，然后做实验而且让我上别的学校去做，
哎呀，那个时代真是回想起来，觉得自己错误太多了，每天埋怨导师给我安排的活重。后来呢，因经过其他老师的点拨，我就发现这个埋怨伤脾胃。那个时候我身体特别弱啊，120多斤。现在我140多斤啊，当时是特别瘦弱，整天拉肚子，脸色也不好，吃什么四君子汤啊也没啥用啊，这个脾胃永远是建不起来。后来我反省自己，确实是这个埋怨，而且还埋怨老师，这种怨气呢伤这个脾胃。等我反省到这一点呢，把这一个习惯呢改正，然后把心态摆好。因为老师之所以给你安排这么重的活儿，是说明，能够你通过这里面可以锻炼提升能力啊，提升好了能力，实际上是对自己有帮助的，而不是，老师故意的刁难。通过这个反省啊，然后身体就痊愈了，也没有吃药，这是我自己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是抑郁症，我们学校有一个我的师姐女博士得了这个焦虑，然后呢通过得了这个抑郁症。我们都知道这个抑郁症啊，最重要的是心理的问题，心理的问题最重要是脾胃不足啊。怎么来治疗呢？就是让她每天多做运动，少想事儿。为什么高级知识分子特别容易得抑郁症呢？因为他脑子想的太多了，你让他少想点事儿，天天锻炼身体，身体就好了。我以前治了一个患者，他家住在香山，得了严重的抑郁症。我后来怎么给他治好呢？就天天给他规定好这个走路的这个日程啊。一开始是走五里路啊，从香山往下走，走到大约是那颐和园左右绕一圈，然后就回去了。后来呢，我跟他制定，你要是能走到建国门呢，啊，一天从香山走到建国门，再从建国门走回香山，大约加起来得40公里吧。然后呢，病肯定能好。他这个人啊，因为得了抑郁症的人，一般来讲都比较较真儿嘛。他说：“你既然说了，那我就得做到。”后来他从早晨5点下山啊，从香山开始走，走到那个中午，走到建国门了，在亲戚家吃了饭，然后稍微休息一下，开始往回走。然后呢，晚上快天黑了，走回家，他就这么走了，大约是1个多月的时间，抑郁症就自动就好了。为什么？整抑郁症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呢，就是睡不着觉，心情烦躁。他这样一走呢，回家累的，趴了床上就睡觉，对吧？然后一觉睡到天亮，所有的问题全解决，1个多月，时间非常快，就好。所以说呢，这个脾胃不足的人啊，要锻炼这个行动力哈，行动力最好的方法。又不伤身体的方法就是走路。好，我们就不讲这个抑郁症的这个自杀率了，非常高，咱们国家是约3000万人啊，非常多，而且每一年都有自杀的人，都是因为抑郁症，这个很多是因为抑郁症啊。那么健脾的方法呢，就是揉肚子，就是揉腹保健法。揉腹保健法可以让这个肠胃运动起来，可以预防这个糖尿病，治疗预防那个癌症、肠癌等等，让这个肠胃运动起来，气血流通起来，这个脾胃就强健了。然后呢，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手心啊贴在这个肚脐啊，就这么顺时针，这么揉，顺时针揉完了之后，再逆时针这么揉，各揉1000下，时间其实很短，1000下不长啊，大约半小时就揉完了。然后我以前治过一个那个糖尿病患者，他在揉之前啊，血糖大约是，17-18吧，揉完之后就会下降2-3，下降到13-14，啊，因为一揉这个脾胃啊，气血一循环啊，这个大量的血糖啊就会代谢掉，然后呢，尤其是激活了内在的这个气血循环，胰岛素啊活性就会增高，这是揉腹的好处。那么下面总结啊。常见病防治啊，仁义礼智信，这是内在的调养。那么外在的疾病的这个防治呢，癌症是通过素食、断食、深呼吸啊；心脑血管疾病通过拨筋疗法，尤其是手厥阴心包经啊；心脏病呢，舒展心胸的方法；糖尿病揉腹保健；高血压、失眠、潜阳功；然后肝病敲胆经；肾病固肾功。这基本上把心肝脾肺肾的病都能囊括在一起，而且统在。这个仁义礼智信的这个
框架里面来啊。这是八荣八耻里边讲的五荣五耻啊，剩下还有是热爱祖国为荣，危害国家为耻，这是体现的忠。忠和义呢是一家，忠义一家是肺主气。第二个呢是辛勤劳动为荣，好逸恶劳为耻，这是勤啊。一个人要是勤劳的话呢，就像我讲的，经常走路啊，身体就好，气血流通，脾胃就强健啊。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讲的是俭。俭讲的是这个一个人俭了之后，尤其不骄奢淫逸了，这个心神就安定，心肾相交，这个肾气就固住。但是我们要想构建和谐社会，将来社会上一个中坚力量是八零后啊。我们知道八零后，大家注意，八零后以一个很著名的这个广告词叫做“我就喜欢”，这是八零后的一个共同的，比较多的一种说法。那么这个八零后现在人数是超过2亿了，年龄呢现在是30岁，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那么这些年轻人，包括我自己是七十年代末出生的哈，我们还有比我小的这些那个同龄人呢，是从小是小皇帝啊、小公主啊、独生子女。哦，关键很多词呢都是与现在这个社会变革有关的，像麦当劳、变形金刚、网络游戏、网瘾、超级女生等等，这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些搜索关键词。那么这就所谓的。这就导致一个问题，就是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多元化。大家注意哈，这种人生观的多元化呢，现在逐渐显露出来了。我们中国人的未来，假如说是这样的话呢，将来会怎么样呢？所以说呢，我们国家提出的就是八荣八耻。八荣八耻讲的是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问题。这三个观改变了，是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改变的是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啊，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改变了，直接的好处就是身心健康。因为八荣八耻，我刚才讲的跟传统文化是相通的。传统文化里面讲的是和谐嘛，一个人身心健康了，他必定是和谐的。那么社会、国家、民族乃至于世界，整个世界是一种非常和谐、祥和的状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孔老夫子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啊。八荣八耻讲的是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和谐。那么这个和谐理念，胡锦涛主席说过，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弘扬传统，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温家宝总理说，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深厚、博大精深，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被奉为最高价值，是中华文化的精髓。这是讲和谐理念啊。和为贵的文化传统哺育了中华民族宽广博大的胸怀，我们的民族既能像大地承载万物一样宽厚包容，又能像苍天刚健运行一样彰显正义。那么这是我国领导人所讲的。那么国外的哲学家有没有评价呢？英国哲学家罗素他说，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在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这种品质若能被全世界吸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和祥和。那么八荣八耻呢，就会让我们的身心社会和谐，那么中医就会达到养生的功效，就会健康长寿。最后谢谢大家的时间，祝我们在座的每个人、电视机前的观众、分会场的观众和网络这个前面的观众身心健康、生活和谐、人生幸福。谢谢。